赌王四房可能没有办婚礼的习惯，剩下长孙结婚三年的奚梦瑶二胎身材都恢复了，何猷君依然没有办婚礼，好在每生一个孙子四胎都会奖励儿子现金或者豪宅。何猷君亲姐四房长女何超莹早前和小八岁的哈尔滨学霸老公喜结连理，也只是挺着孕肚办了订婚仪式，不过妈妈的爱那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何超莹过大礼当天成批的金元宝、金链子、珠宝首饰等彩礼货拉拉都要组个车队，驾照里还有赌王和四太梁安琪送的一套价值数亿的别墅，正所谓走遍天下还是亲妈最好。